续来到台东的南苏，也就是红头苏。讲这几天东北风真透，船班无法度开，有1600多游客钓离的南苏未当出来。这个南苏唯一的一间便利商店，这几天话要让游客知道，包括这个胖啦，包括新鲜食品，拢互卖了了。到今仔日早起，总算是较好天，风较细咯，船会当开咯。游客看到船来，大家拢欢喜甲畅甲，大声欢呼。台湾港边有够闹热，等两天啊，总算看到客船啊，透早就到码头边啊等的人，这里排咧排有够长。大家有够欢喜，但是因为淡仔季风影响，为吹到起客船拢停航，岛上有1642位游客，目睭金金人相中，敢会使拜托天公伯啊！一个入去超商，货架顶面物件拢总互人买了了，饼嘛剩一丝啊尔，饮料嘛是拢同款。钓钓两天，加在今仔日海上有较好，头早船公司嘛加开船班来载人，希望讲会使赶紧好只个旅客转去本岛。刚刚受到天气影响，绿岛都无只好运啊！今日往回台东的船班依然是停航，岛上两间超商、胖辣微波食品拢强要封闭了去啊！加在船公司宣布讲，台东往回绿岛的船班确定初九会使开航，好留伫岛上游客会使小可较放心。